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也爱困未？恁的声拢无同，后下后尾吼，好，拢算正常。那么我今仔要讲台湾猪问题哈，我想来讲，马英九最爱去 long stay 哈。还有一个是安排去一个养猪户，伊还去 long stay。那么，迄个再去养猪的，因带这个马英九讲，来，我带你来参观阮的这个猪舍，吼，还要饲猪、饲狗、饲鸡。那么，伊就请马英九你行头前。阿妈又甲讲，无啦，你主人你行头前啦。啊，主人甲因讲，无啦，阮拢较习惯吼，行伫前生后壁啦。伊拢咧赶猪、赶鸡、赶鸭，吼，因为阮拢惯势行伫前生后壁呢。啊，即马到迄个岛，就煮一块桌安尼，要请妈因舅食食中昼。啊，有一人菜烧做炖鸡吼，炖到烂烂，阿妈因叫因个，因个着鸡卡，哇！因中国人拢做个和这个文字游戏，和啊做好听。哇，凤爪这个好，啊，着即支人伊个盘顶，另外迄间个着讲要有主人食啦，主人讲哇，阮平时阮无咧食鸡卡啦，阮拢留互狗食。啊，所以真趣味的这个哈，这款这个这款的对话哈。那么一般在台湾人咧饲猪哈，差不多两百公就会当抬啦哈。啊，那么我会记我细汉，我边啊拢有条咧饲猪哈，我妈妈因咧饲拢差不多七个月，差不多两百公就会当。掠去卖，还是抬吼？但是1949年吼，蒋介石为中国引到要200万只猪来互咱饲，啊，饲68吨啊，未抬得啊！哦，啊，你听有咧吼？这有会听无咧吼？好，啊，因为咱拢纳税金，互这人吼，这人伫台湾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。搁嫌台湾，怨台湾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纳这税金纳了是介无意思啊。啊，我是也做无爱饲猪的啦。啊，恁敢有要饲？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即嘛恁来遮吼、哦，知影讲啊，咱唔好搁做养猪户啊，吼、哦，唔好搁继续饲猪，吼、哦，好。啊，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，我们今天来探讨，吼、哦，好。哎，先来了解讲，到底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伊个关系是虾米款？哦，咱来先了解哈。日本天皇是天皇，好、哦，伊是拥有所有的大日本帝国的领土，的领土主权。哦，包括迄当时的韩国、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琉球、台湾、澎湖，包括南海，哦，南海。南沙群岛，那边以前日本时代讲的新南群岛，新发现的最南端的群岛，哈、哦，这是新南群岛，啊，属高雄州管的哈。那么建后哈、哦，其实是日本天皇伊有领土主权，啊，伊把这领土主权，这领土委托给日本政府，就是因百姓选出来的首相来管理伊遐的土地。日本天皇无亲身咧管，是委托予这个首相咧管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因为迄阵的首相东条英机，伊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啊，所以战争后，这个东京大臣的是无去信这个天皇，啊，这无信有原因啦哈。啊，但是这個东条英机又判死刑，好、啊，那么迄个时阵。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，哦、那么建后有真侪声音要
爱甲天皇原来爱判罪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这个麦克煞又讲啊，如果你若要甲天皇判罪，吼、哦，安尼伊就要求这个美国总统，你爱阁头派100万的美军来日本，吼、哦，安那无，这压制袂掉，因为日本天皇自古以来就迄、那个。日本甲塑造变像神共款，神格化一样。吼、哦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高高在上，伫天空天顶的，吼、哦，惊分顶的对啊。所以你若甲天皇，你甲掠来审判，遐日本武士道精神就会阁走出来。遐虽然甲你投降，遐日本军有可能阁武器杀来，阁甲你拼输赢。啊，所以伊甲这个信息传了美国总统杜鲁门，开始因参谋联席会议就决定讲，安尼原则上卖就无审判天皇，甚至阁安排这个日本天皇去端大日本吼，迄阵无大日本啦，剩迄四个大岛去巡回视察，这个动作就是要安抚这个日本人的。军甲民的心，互因安定落来，唔通想讲可能天皇会用掠去审判，还是枪决去吼、哦。所以安排安尼落去了，去顺一年了，日本的民心较安定落来吼、哦。好，那么新日本伊管辖治理权到底是啥物人的手里吼、哦？咱头拄讲的讲，日本天皇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袂当直接。像较早会当钦点任命啥物人来做首相，啊，即马改做民选了，靠，互日本天皇用书面来任命，啊，变成讲日本天皇应该无插代志，哈。过来，那么是安怎讲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六条规定，同盟国占领军应该伫。旧金山和平条生效90天内，要撤离日本。啊，到今仔日，是安那美国还佫伫日本驻军。这个原因就是讲，真侪人甲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断章取义。那无论如何，你到90天后生效，旧金山和平条生效90天后，你一定要撤军。但是伊无看到后壁佫有一条，哈。这个第六条，伊另外阁有规定，日本甲外国的军队吼，同盟国之一或多国另签双边条约啦，还是多边条约，而可持续在日本驻军。好、哦，而且伊其中的第七条所讲的，日本地区是依照咱美国伫1951年解密的资料内底讲吼，美国军方的定义就是讲，伊有包括台湾咯，哈、哦。因为台湾无割让出去，只是放弃管辖治理权呢，哈、啊，并无收缩国，哈、啊。所以为遮看，你就知影讲，迄个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拄好要生效，哈、啊。1952年4月28日前一天，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阁签一个，迄阵叫做《美日安保条约》，根据迄个《美日安保条约》。另外签这个多边条约无，爱用双边嘛，干那日本甲美国叫做双边条约，签这个，所以美军无撤退，吼、哦，继续驻军。好，那么到底是虾米人对尖阁群岛，就是钓鱼台，有管辖权啊，就有主权。这个最近吼、哦，就为古年开始。钓鱼台事件吼，安尼纷纷扰扰，吼，就因为日本的迄阵的东京都的地主吼，石原以募集款项买这个尖阁群岛，吼，啊引起阿强啊愤慨吼。那么其实1972年美国在行这个琉球哈琉球返还协定，根据琉球返还协定的1972年呢。5月15日，甲琉球
包括钓鱼台啊，这尖阁群岛拢幸福日本政府。好，但是钓鱼台伊个主权嘛是要搁伫，你要说主权要搁伫日本天皇手里，只是伊个管辖治理权是伫日本政府哦，伊授权予日本首相哦，就咧管理这个日本天皇迄四大岛，包括周边群岛啊，琉球返还了。嘛是等于讲，已经伫日本政府的管辖权内底哈。但是美国对尖阁群岛主权问题，伊持中立态度，因为迄块土地毋是美国的，所以伊无资格讲东讲西。伊干阿讲，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包括尖阁群岛，因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规定为日本拥有行政权的地方，好，这就是。管辖权的所在，哈。本来琉球还佫美军占领，迄个管辖权暂时伫美国手里。那么琉球返还了，还予日本政府了，这个管辖权就换伫日本政府手里，哈。所以你要分讲管辖权佮主权，哈。管辖权拢是伫日本政府，领土主权是伫日本天皇手里，哈。当然，即包括咱台湾，哈、哦。我即摆咧讲，即虽然咧讲日本，但是嘛是拢跟台湾有关系，哈、哦。那么美国对日本有伊个大战略，哈、哦。伊当初伫即个波茨坦宣言就讲，第二次战后，哈、哦，日本干那一定保有四大岛，好、哦、的，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、四国这些，哈、哦。第二，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琉球甲台湾拢许美国托管哈。啊，因为台湾一年会当有三艘的物产，所以物产足丰富哈。那你像播两个稻啊，啊一届寒天是杂粮哈，大豆啦，还是玉米、番薯这方面。那么日本是因为摕到台湾了，也粮这边也粮仓哈。那么伊要个切断。他拄仔讲个，干来咱保有四大岛，无包括台湾。伊就是要切断台湾甲日本的关系，就是要切断伊个日本大粮仓台湾。好，因为那你要战争吼，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你先爱准备有充足个粮草，你才有资格发动战争。啊，无你出去战无偌久，就无物件好食，无这个这兵啊，就无体力通去烧钱哈。所以日本摕到台湾了，甲台湾建设甲变一个伊个粮仓吼。以前八田雨衣来台南乌山头做这个水库，做这个圳沟，和本来嘉南平原寒天无水塘个淹，伊变有水塘个淹，会当去种第二届稻啊吼，啊个包括种其他个杂粮。那么美国建了委托三流个中华民国。来台湾代替美国管理一流的台湾人，把台湾的三万的精英利用二十八事件，把屠杀掉，哈，予咱台湾人无搁再有组织、有武器、有规模、有效率，会含日本搁再结合变作强盛的国家。日本因真济。粮食拢来进口，你即马包括咱台湾嘛真危险，因为呐，即马拢咧鼓励小耕。其实咱台湾呢，这个粮食的自给率干那32%至34%，好，你若丰收的是34%，啊，你若天候无好，剩下32%，等于咱差不多有30%的粮食自给率呢，剩下60%拢来靠进口。啊、所以1996年，这个台海危机哈，都李登辉跟彭明敏在选刘鹏总统的时候，李登辉在讲两国论，那么这个阿强啊，真无欢喜哈，所以发动这个海港的封锁，就是基隆港画一个区域，甲高雄港外口画一个区域，讲伊要弃甲飞弹，等于封锁咱的港口。这个封锁对咱台湾影响真大。如果若无美国插手，
伊甲咱封锁半年啦吼，都若进入迄个禁航区，飞弹就要甲你只船啊断掉。安尼全世界大部分船啊唔敢驶入。吼，安尼咱进口的粮食66%要进口的粮食无法度运入来，咱半年的战备粮若食完，怎安那？咱的自给率都啊剩，本来咱一工食三顿，即马变剩会当食一顿尔。啊，台湾人话都干那为了粮食。家己就内乱，就是内战啦，吼、哦！所以美国虽出动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，一架叫做独立号，哦，一架尼米兹号，来伫南台湾的海域、甲北台湾海域伫遐镇守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嘛许阿强啊惊着，想到他干那我演习一个空包弹尔，美军安尼把它当作一回事，派个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。哦，美国迄个动作好，阿强啊，军方原来会惊着哈，所以因知影讲，那真正美国出动，伊无法度摕到台湾，所以伊迄阵开始拢咧增加伊个军事预算，哈、哦，阿马伊甲乌克兰买一只康克准的这个航空母舰，哈、哦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讲咱台湾，就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大战略，哈、哦。用安尼，无要让日本佮含咱台湾结合，因为日本的真正强开是含咱台湾结合起来的结果哈。所以美国真惊日本，因为全世界的国家有去拍到美国去的哈，都是日本哈。好，那么流亡中华民国的军政府，伊治理台湾用对七招，好，咱一个来探讨哈。第一就是头拄仔讲的，借二二八事件屠杀咱台湾人30,000的精英，这30,000人台湾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才训练出来，这真可惜。这无人性的中国人，哈、哦，因常咧讲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结果毛泽东含蒋介石。拄啊，杀因中国人杀上济，毋是外国人去杀因中国人哦，是因中国人含中国人家己杀死上济。吼、哦，蒋介石上少1,200,000以上，毛泽东上少2,500,000以上，那包括后壁过来迄、那个，迄毋是用杀，但是害死因家己中国人，啥物大跃进啦、土法炼钢啦、吼、哦、文化大革命。迄死个吼，夭死个，差不多60,000,000人有。好，那么所以最近二二八事件，迄、那个纪念日拄啊过，因迄个什么王小波讲个，讲台领30,000人算小 case， 有影？那因蒋介石跟毛泽东台迄个拢算1,000,000起个，咱这小 case， 但是可惜咱这拢精英啦，吼、哦，咱这以一当万呐、啊，过来，因为这个精英就是伊当初要来有计划哦，要抬这精英是有名册的哈。伊知影讲，伊国共内战呐失败，伊若逃走来台湾，要统治台湾人，伊若无把这些高人先抬掉，伊足歹在台湾统治的。所以第一个爱先把这些领导者，这些精英拢会。一旦做领导者先抬掉。第二个，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。哦，你会记40,000一颗。哈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本来一年三收，不善丰富，唔捌咧欠米的。是安那台湾，因中国来了，台湾欠米，米价一天一天起，一日三起。哈、哦，这是1949年6月15日。哈、哦。奉令以40,000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，40,000古代票去换新台币一块。你甲想讲咱即马，干那假使起一个几趴，起一个一公斤，起一个几块、两块安尼，大家哀哀叫。电钱甲你起10%或者，大家哀叫。40,000换一块是几倍？40,000倍呢？唔是你咧百分之。二
百分之几呢？唔是呢，四万倍。你若有四千万，讲好嘢人，即嘛啦吼？那甲你四万万一块，你拄啊存一千块，一公一千块啦，一工就开掉呀。阿妈在要食啥？要摕啥钱去买物件来食？所以迄当时二八事行过来过来，即个用即个四万万一块，互咱台湾人的好嘢人拢变上车人，整个洗等于被洗劫。因就是自来了，发现讲哦，台湾这块肉这肥这好食，物件这多，因开始投印钱，一直印钱，遐钱拄啊，敢若像迄个咱咧烧金纸迄款钱安尼吼，啥咧一直印，用纸来甲咱换咱实际这物件，换咱咧糖油米盐，所有物件拢甲你用纸甲你换，咱就是安尼许骗许怪，换到无物件。哦，对嘛，台湾人辛苦有钱，但是各家用的四万万一块，遐钱各要加了了呀。台湾人并无钱啊。本来头拄仔咧讲呢，遐精英会当领着人来抗暴。好，要领人要抗暴，爱有三个条件嘛，爱有领导者嘛，爱有钱嘛，爱有物资嘛。伊即马头拄仔讲的这。爱有人领着食，爱有钱，即马四万外一块，你变无钱啊！爱有物资，伊家一寡糖油米盐拢甲你买，拢甲你运当去因上海倒卖，因为国共内战嘛咧欠粮食，大家用纸甲你换，迄狗仔会当卖足好个价钱。吼、哦，迄狗仔可能你若无摕黄金来换，你要买米买无吼，伊无爱甲你收迄中国钱。过来，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大地主嘛是当地的头人吼，原来伫当地化水的跟当的，伊即嘛甲你用山区有建筑，耕者有其田，甲你这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啊你嘛是准无力去啊吼。过来，材料材无了，即用白色恐怖来甲你恐吓，讲唔对话。还是有三四个甲你咧讲话，就可能掠去讲到讲，吼、哦，有讲带青菜，啊，有诶你若较鲁莽性诶，甲你提报流氓，上去掠夺，吼、哦，都无所不至，甲你恐吓得着啊，吼、哦。阮有一个较早教历史老师，教总无，迄就是上课讲了毋对话，许。学生个一个报，吼、哦，掠，准你掠掉。过来，敌性反转，新闻错乱的愚民教育。所谓敌性反转，就是讲，当初二次世界大战，咱大日本帝国是跟中国是咧相战的。咱个日本的皇军，甲蒋介石个部队，所有沿海的省份拢甲占领，佮甲关甲伊秘伫个。四川的重庆这个雾都，吼、哦，米遐拢不是拢混搭作当的吼、哦。咱日本军的飞机买个轰炸，买个拍拢，下骹雾都拢看无哈、哦，所以走去米底遐。咱是对立的，但是二次世界大战战后，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了，伊甲咱骗讲。亲爱的同胞，哦，这同胞弄个又台，你讲了同胞，亲爱的台湾同胞，你们已经回归我们中华民国的祖国的怀抱。哎、啊，当时本地美国已经训练两千几个，也要讲华语，也要讲日语的接收的人员，迄只船拢塞咧伫外海，咧等台湾的，结果咱迄阵呢？黄条人民讲要回归祖国中华民国，动不好因入来。吼、哦，而且是来，会使讲是台湾人的罪人呐。吼、哦，本来人美国已经有准备接收人员要入来，哎呦，黄条人民才做国派，吼、哦，去甲冻掉。我最唔卡准派蒋介石部队来，吼、哦，伊来甲咱骗讲，咱拢回归祖国，咱拢变作。
中华民国国民，哦，啊，咱本来是战败，拢烦恼讲，哦，啊，那因来，咱包惨的，又糟蹋了，哦，啊，咱甘咪共国个哦，啊，咱阁是战胜国，哦，大家拢跳跳过，安尼又怪的，咱规个松懈了，好，甲咱骗，咱变敌心反转，本来是敌对，我咱早甘咪徛共国啊，伊讲咱回归祖国，阁是战胜国，啊，伫迄个时阵真济短视近利的台湾人。就拢跳跳过，我伫中国迄边，迄心拢挖过啊！哈，过来，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，就是我头头讲的。本来咱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，即马煞变中国的台湾人，好，这就是身份错乱呀！哈，啊，六十八年来用愚民教育，吼，甲咱教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好，你会记咱迄阵，咱。小学的那个作业簿后壁，你啊变过来，拢有写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有无？有嘛吼？啊，改成呐做台湾人拢起起啊，是不是？都啊做因中国人开始堂堂正正，啊呐做台湾人拢歪歪起起的款，吼、哦，迄就是拢咧甲咱洗脑，愚民教育哈。过、哦、来，假民主选举，你看即摆选举敢有公平？伫美国咧选举是不咧买票的吼，你若讲，伫美国你若讲，把家己的票卖掉吼，迄是有够无民主的代志啦。因为美国人以人为本，你这个人的尊严，就是你有独立人格，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吼，唔是你用金钱会当甲我买收的。但是台湾人足凊彩，500。我较早，佫较早是一包味素，一包粉就卖去啊，就把家己卖掉，把家己的尊严卖掉。啊，你看这真正是有够弱的了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伊用买票，吼、哦，用黑道的势力，甲你绑你只条仔卡，吼、哦。啊，甚至连神明也请出来，关公也请出来，夹伫个外套内底。等你钱收了，伊甲献讲，啊，关公有看到吼，妈祖有看到，你一定爱投。啊，台湾人都惊鬼神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既然有讲收钱啊，爱投予人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输去的，吼、哦。用恶道，用宗教，哈、哦，用神明来甲你吓，好。啊，所以这选举根本就无公平，哈、哦。那是假民主选举，过来。独尊北京以为国语的政策，咱日本政府训练咱这台湾精英，有诶大，介侪拢去留学日本，读东京帝大吼，京都大学吼，即、哦、个去日本留学，啊，真侪嘛读台湾帝国大学吼、哦，结果咱这精英。因中国人来了，用一个中国政策，用北京语讲来，恁若要来考，爱考用北京语考。咱这先辈哪有法度考北京语汉文？当然考袂到嘛。而且因阁用35省来分，600万人口的台湾人爱分1/3，爱差不多200万呢，人分35%至34%。啊、你看看，来回看差偌济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的精英就无法度入去因的管理阶层、领导阶层，吼、哦。啊，用安尼政策，咱套台湾人也当入去做领导人，无可能，吼、哦。所以主管拢是中国人咧做，就是较早咱讲所谓的外省的副官，较是台湾人。伊去糖厂，糖厂的厂长拢中国人，副厂长较是台湾人。啊，副厂长食饱用先，无代志，就讲出来巡。啊，佮发现讲，你种甘蔗，甘蔗一扎一扎吼，冻一扎一扎，下伫个沟底。啊，迄个厂长较早出来巡，都想讲，啊，甘蔗拢发伫个林顶嘛吼，伫个土谷个只，啊，即摆他也佮种伫个沟底。好，就错干掉。结果伊唔知影讲，人迄是
先种安尼较好淹水，迄水一定行入迄个纳沃的迄个谷底的所在。迄是先淹水，互伊定根播硬的时，较去用牛犁甲香槟扛过来，安尼迄就变零点啊嘛。吼、哦，然后做拢安尼讲伊听有吼、哦，啊听无都多起人听无准煞。安尼伊也敢出来咧做厂长着着，甚至因中国人去到台南有一个叫做咸水哦，啊咸水有一个盐水制糖厂，讲他妈的这日本鬼子真厉害，盐水都可以制糖，听无？讲用海水咸水也当做糖，伊毋知影讲迄一个地名，盐水制糖厂。再来讲这个外来种的植物哈，这个叫做啥？番石榴哈，台语一般讲芭拉啊，啊，那用北京语讲番石榴。啊，这个番茄哈，番茄，啊，这番仔姜，哈，番仔姜，这个番薯，啊，因为咱番薯咱用迄个番哈。台湾人拢直接用番薯啦，吼，其实是番薯啦，啊，这番麦啦，吼。倒那外国来拢号做番就对啦，包括这叫做番仔花，吼，对不？外国来拢叫做番。嘿，啊，我就想讲奇怪呢，啊，我本省的，我土生的，我哪会叫番？我唔是外国来的呢，我原住民呢。我甲体会啊，因咧讲番，就是因中国人咧讲，因大清咧讲，阮是番啊。那么代表我跟因无共国，我是外国，哦，所以开始讲阮就是番，安尼对无？好，那么1949年为中国撤退来遐，嘛是外来，照讲因爱叫做番。啊，咱唔是啊，咱本地啊，吼、哦，对唔对？啊，咱定讲，哦，老乌啊，结果我甲想想，讲来唔对呀。伊讲因就是老乌啊，咱就是汉籍啊，吼、哦，这唔对啦。因爱叫做汉籍啊，咱是乌啊啦，对唔对？乌啊是本地产物啦。啊，台湾人迄阵都真正乌啊甲汉籍搞不清楚，吼、哦。甲因叫做老乌啊，啊咱叫做汉籍啊，唔对，好爱多边讲较对啦哈。啊，即只旧年哈，拄啊开始伫华东咧走，咧普悠玛哈。哎、啊，以前有一个泰鲁格号，你知无哈？迄倾斜式列车，阿扁啊做总统的时，为日本进入啊，迄一个车厢一扎起，还有5000万。啊，偏偏安尼。我妈因叫做哦，因嘛创一个这个普悠玛号，结果因一个车厢都要1亿，啊，偏偏这個类似的物件，啊，佫做个不得不值，啊，无好啊验收，迄轨道外扩，月台外横，迄固定的，竟然会做个讲为家人，迄船啊落来啊，下伫个轨道一个驶来到月台，拄去入到月台，驶袂行，啊，你看就有两公无？讲什么普悠玛号？我想讲这应该一个普隆公号，好、哦，嘿、啊，那么这个吼、哦，我那算外来哈、哦，为日本过咸水来外来，啊，咱的网友我那个好名好好啊，像他都爱外来拢叫番，啊，这只个叫做红面番鸭，你是真的呢？哎，个号做红面番鸭呢，好、哦。有意思啊！哈，好，过来。那么，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安全泄压法。好、哦，你讲奇怪，那也是中华民国安全泄压法。我不也个想想有影呢？大概马英九也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，那引起咱台湾人愤怒。好、哦。啊！民进党就招大家来，对一天吼、哦，
拜六还是礼拜来凯达格兰大道，来啊，甲国民党抗议，吼、哦，啊，得几啊万人，啊，几啊十万人诶。啊，去啊，尾后我想想，较早他们去参加拢是台北一日游、总统府一日游，安尼。因为呐，像我三月半暝，就爱为屏东坐游览车，吼、哦，啊，赶来到台北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两点。啊，游行一个，差不多要我五点呀，就游行结束。啊，因演讲拢头六七点开始，啊，阮南部就爱赶紧要转去，所以大部分拢嘛上过头前演讲听一节啦，啊，就走啊，无听到上尾啊，迄十点迄、那个压轴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气啊，发发焦焦的了，大家本来满腹的怨气，啊，伫遐焦焦吼，吐一个气。抓了，搁转去啊！后几个月啊，然后搁看啥物事件，要搁来抗议，卡过来，才吵吵叫叫，搁转去。啊，这你敢无感觉讲，拄啊像一个压力锅，伫要平伊个时，就甲安全阀拍开，蒸汽哦喷出去，卖压力锅卖平伊，有成无？吼、哦，我不要甲想想是安尼呢。那么有一个。哦，迄阵2008年，陈云林来，啊、我嘛同款，我落去五点外就去走啊，啊拢塞车，啊即嘛塞来到桃园遮，啊我袂记为倒一个伊个民间的迄、那个办的迄、那个食饭的所在啦，我那看看，啊我算塞车迟到，我来做啥所别人先占伊啊，我讲啊我有订桌呢啊，伊讲啊恁伫啊，我啊人占伊啊，啊你会记？迄个时阵，出来抗议的，拢年纪较大，拢白头毛较济。啊，迄遐规桌拢坐白头毛的吼，就伫遐咧食饭。啊，服务生可能来新来，袂晓讲话，伊探头看，哦，迄桌恁的，啊，不要紧，哦，迄桌搁食无偌久啊。哦，讲共讲安尼啦，啊，都头毛拢白。伊是讲食袂完啊意思啦。啊，煞共讲，不要紧，迄桌搁食无偌久啊，连咪都换恁啊。好，所以台北一日游就是类似于泄压法安尼的对吧？哈，好。那么咱台湾敢会当变作美国联邦的第51州？好，啊，再咱来探讨看卖，要变作美国的一州，爱什么条件？还是什么情况下会当变作美国一州？哈，这个阿拉斯加哈。是1867年，迄、那个沙皇俄罗斯的沙皇吼，伊迄阵是因为迄个1973年迄个时阵吼，唔系1963年，克里米亚迄个战事，就是英法联军去拍俄罗斯，啊，甲沙皇的部队拍败。那么，迄个时阵，美国这边的哥伦比亚嘛是英国的属地。那么，阿拉斯加迄阵是俄罗斯的哈，沙皇的。啊，想讲克里米亚遮就战败，那么阿拉斯加遐也无啥物物产生产出来，啊，我搁爱派部队遐顾，爱了军费，规气俗俗啊来卖予美国。哦，美国来顾这个所在，做一个缓冲地区。哦，即马英国唔敢去惹美国，哦，所以就未来拍到为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遮来。哦，所以伊想安尼想，所以阵俗俗啊卖哦，这个美国，而且迄阵用差不多$7,000,000买一片遮大片，啊，当然佫包括20万的这个手续费，所以拢总总计是用。$720,000就卖予美国啊！哈，但是美国的国会原底嘛是反对，伊讲，迄阿拉斯加冰天雪地，除了冰以外嘛是冰，啊！你买迄个冰箱遐大卡是要底啥？哈，因为议员是安尼讲，结果无想就讲，伫咧100年后，也会发现石油，发现一挂真珍贵。矿物哈，
所以用币领土原来这样用币吼，只要有正式的条约吼签署拢会使。过来，那么伊波多黎各做咧吼，1889年巴黎合约了割让出来，但是到即马百几年啊，美国嘛和波多黎各想讲恁家己看会当变做家己一个国家袂，但是波多黎各就无爱吼，因家己公投，伊家己办的公投无爱，甚至因有捌办公投讲要加入去变美国的第51州，经过第三摆投票了有通过，但是真可惜，美国的国会因无立法一个条款，互因公投讲会当加入变美国的第51州，所以阮当公投也无效吼。无遵守，就你是讲，你若要离开美国出去，你嘛爱有美国的国会有一个分离条款做法院，你才会当公道哈。好，过来伊拉克做咧，2003年，好，小布希发动，跟英美联军去打伊拉克哈。那么他占领了，到2011年12月15日，美国要全面撤军，啊，要把伊拉克纳作美国的第51州，啊，开账面上开3000几亿美金去拍，吼啊，台面下呢，包括一寡其他费用，加要6000-7000亿的这个美金，哦，这真正是天文数字，开遐侪钱，无多改变作美国的领土，变作美国的一州。啊，这就是因为国际战争法规定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你阁占较久，嘛袂将变作你的领土，嘛是爱撤军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原因，哈、哦。所以台湾虽然去哦，美国军事占领68栋啊，嘛是袂当变作美国的一州，哈、哦。伫1945年占领到即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军事占领。啊！这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美国无拥有台湾的主权，这个主权还阁是日本天皇手里，哦，只是等于暂时这个主权，迄个底下伫美国手里，哈、哦，所以嘛是袂当变作美国的一州啦，哈、哦。来，那么1946年7月7日，菲律宾伫美国的帮助之下，因独立建国成功。但是到即嘛有较好嘛？迄当时菲律宾嘛有飞毒吼，像台湾有台独。那么菲律宾的飞毒，伊不是去骚扰美军去攻打美军，啊美军就去甲追剿。啊，但菲律宾较大个岛有2000几个，你去甲甲拍，伊就走迄个岛；你过去甲拍，伊阁走迄个岛吼，像咧捉迷藏，美军咱头壳摸咧烧。尾仔甲招来讲好，你阁我管10年，我甲你行政制度做较好个了，吼、哦，较好恁建国，吼、哦。啊，伫1946年吼、哦，7月7日，你看，伊用7月7日来互菲律宾独立吼、哦。但你会记，早期菲律宾人来台湾佚佗，咱拢讲迄个做旅送客，现在安尼个称呼，就讲哦，这足好人家，因为足有钱个。来这里开钱做生意，拄啊像咱台湾，20几年前开放会当去中国佚佗安尼，咱台湾人去看中国的物件，大红烧，这五角，哦，够俗的吼，买来食。啊，怎啊？因中国人讲哦，你讲俗，明仔开1箍，你嘛讲哦俗，佮摕去食。你嘛开5箍，你嘛讲俗，哦，结果就拢合作呆包。台胞又讲，可能总统讲台胞了对啊，哎，就是咱拄啊，亲像早期的吕宋菲律宾的人来台湾佚佗，咧买物件呢，足好人客，所以拢甲讲号做吕宋客。但是因家己独立了，你看嘛，即马因的菲律宾人爱出去外口做飞佬，敢有较好？无较好呢吼，你表示讲，因菲律宾和美国关了无够久，
迄民主素养哦，科技啥啊拢学无透，管理的方式也学无透哈。好，那么到底咱台湾应该爱托管，还是自治，或者是爱独立，还是统一？哈、哦，啊，这你若听了这统一，会有个话欠管咯，拢会想讲，咱不爱看，这拢是想着中国啊。啊，其实我常在讲。咱跟中国会使讲牵起来，哦，咱卖自找麻烦。我只所咧讲的统一，咱是要跟大日本国吼、哦、来统一。咱即马蒋介石被放弃管辖治理权呀，哦，主管要去日本天皇。啊，咱啊依照琉球模式，要求咱的日本母国来跟美国政府参详协商，看要赔偌济战争债，伊较要行。把咱还予日本的大日本帝国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统一是要跟日本统一，不是要跟阿强啊统一。阿强啊，抓头抓尾无台湾的名啦，哈、哦。抓头抓尾无，因为伫因阿公的时代，清朝都已经等于个，敢那迄块土地，因阿公都卖人去啊，吼、哦。甲进伊的孙也搁咧回讲，台湾片哦，较早是阮阿公的，哦，这中国人真正有够火，哈、哦。这个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伫美国君主政府之下来自治，这是较正确的。咱毋是要依照联合国宪章的第27条，经过托管趋向自治或者是独立哦。咱是爱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旧金山和平条是定咱台湾生死的一个条约，毋是台湾管理法。嘛唔是开罗宣言，哈、哦，拢唔是，嘛唔是联合国宪章的第76条，哈、哦。咱是爱伫美国君主政府之下来自治，自治一段时间了，卡过来讲，咱是要加入日本联邦，哈、哦，还是要邦联，还是要中立，拢会使。迄阵卡过来讲，哈、哦，咱先自治卡讲，先把政权摕倒转来。就是要求美军入来台湾，把中华民国关当伊的金门妈祖，予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家己起来自治，吼、哦，家己管家己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时间真紧咯，吼、哦，美军六月至八月这个中间特别入来，所以咱要阁欠人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美国予咱的任务讲爱训练4000人，咱要阁无够。那么，在日属美战的这个法理下，哈，台湾人应该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跟美国合作，来争取台湾的上大的利益甲保障？真侪台湾人拢做到要求讲，啊，你美国你才不爱做啥做啥做啥？哦，有的人讲，啊，咱也不爱叫美国拨经费予咱民政府。其实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要有较有志气的。美国甲咱规定4000个人，吼、哦，咱敢无办法赶紧招4000人来训练，训练拢头壳清楚，吼、哦，袂讲想要去做中国人。啊，所以有时啊，定会讲啊，美国你太无爱做这做啥，咱拢袂去讲咱是战败者，咱以后美国打败，咱来顾家己的本分。唔通讲，敢那像讲，你伫一间公司遐上班做业员工，啊，伫便所拄着董事长，你来甲董事长讲，诶、欸，董事长，啊，涂骹全粪扫，你太无爱扫扫，本末倒置，伊是头家啊，咱新罗，啊，你即马新罗煞咧叫头家扫涂骹，拄啊有含这個意思共款，咱咧，咱是，伊是占领者，咱是被占领者，咱暂时爱效忠伊，吼、哦。伊讲啥，军政府讲啥，咱一步一脚印照伊安尼做就好啊。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爱要求伊是伊合乎国际战争法的原则，吼、哦，咱来堪伊配合。吼、哦，咱得爱所有的作为爱考虑美国的利益，哈、哦，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。吼、哦，咱伊阿扁啊，第一任甲第二任。美国对伊的差别，会待遇做比较。阿扁啊，第一任去的，
配合美国来宣布四部一没有。迄阵阮足欢喜个，讲好不容易，终于甲咱真真正正在野党个陈水扁先生送入去总统府啊。迄毋是国民党个李登辉，吼，李登辉还佫因为伊是国民党，所以咱迄阵对伊还佫较无信任。所以阿扁啊选择总统，阮足欢喜，吼，阮只独派就伫等伊讲，伊就职典礼要讲啥。结果伊甲你讲一个四不一没有吼，阮大家拢倒向遐。全世界总统去哩拢嘛要讲有啥物好个愿景，要变作台湾是东方的瑞士理想家园，吼，要予台湾人生活伫幸福快乐个富足个日子内底。结果伊甲你讲不爱做这個，不爱做那個，四不一没有吼。那么对伊就是配合美国的演出，吼，配合美国的政策。所以头四年，小布希哈，阿扁也要去中南美洲访问，小布希调帮安排，互伊直接咱飞入去到纽约，哈，伊美国本土内底。你会记较早李登辉有一届，伊咧讲遐个两国论有诶无诶？伊要去中南美访问，美国无爱互伊忽然去飞去美国本土，甲去叫伊飞去迄个夏威夷有无？结果。迄阵的迄个理事主席，敢若毋来李杰明还是，反正我袂记啊吼，博瑞光的款，伊去飞机顶去拜访李登辉，李登辉专工不爱穿西装，我那穿困衫安尼就堪咪会面啊，吼，甲洗面就对啊，也表示讲李登辉的不满就对了吼。啊！你看阿扁啊，头一阵足听美国的话，跟美国配合这个反恐战争吼，嘛真配合。所以要中南美访问的时候，可以飞到纽约，啊，佫会当可以伫饭店外口，会当跟大桥握手。吼，这过去毋捌安尼。但是第二任阿扁啊连任了，伊想讲无连任的压力啊，就想要行伊台独的路线，结果去打着。美国的红线，哈、哦，所以要要去南美、中南美访问的是，即个美国也无爱去飞入去美国本土，调工甲安排讲飞阿拉斯加、安哥拉斯，去冰天雪地，然后寒甲皮皮喘，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不同的待遇。唔开，连要去飞倒转来，连美国的领导拢无好降落，唔开有一个叫做迷航之旅，尾后讲要飞飞到利比亚，好无？啊，而且就是你无跟美国配合，美国伊所有的动作拢是先考虑伊美国的利益，你若无照顾到伊的利益，伊也无必跟你配合哈。啊，因为伊是一只大鲸鱼，啊，咱是小虾米，咱无必要跟伊对抗，而且咱是被占领者，咱还有占领者的这个身份、甲资格、甲咱的尊严来跟伊配合，啊，不坑不卑的哈。好，那么咱拢伫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体制下，即个政党，你注意看，即个无论是国民党、新党、民进党、台联、亲民党，拢是伫即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政党。那么唯一咱台湾民政府是伫外口，好、哦，咱不说他的制约，好、哦，咱是政府对政府，好、哦，但是咱以后接政权，咱毋是直接。向中华民国接政权，咱是美军入来了，甲中华民国的一部门一部门，美国甲接收起来了，交予咱，所以袂引起内乱战争。有美国的军卒、军队入来伫内底咧镇压，吼，咧做咱的后盾，咱毋免惊遐，吼。你若伫中华民国这体制内，拄啊敢若即个政党拢是。中华民国的伊所掌心，伊有控制掉，伊有定掉了。哦，咱是伫外口，控制咱袂掉。哦，咱是就是听美国军政府的哈，而且讲着听美国国防部的对啊哈。好，那么最近这个克里米亚这个事件哈，这样呢会当予咱本土台湾人真侪启示，咱来看卖下。伊最近因公道。
但这个公道是不符合国际法，因为呐，你当时加入去乌克兰联邦，上早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哈，苏联的对吧？那么苏联迄阵加几个联邦结做合作苏联，苏维埃共和国哈。那么伫赫鲁雪夫咧做苏联的领导人的时，因为赫鲁雪夫是东乌克兰的人，啊，这个灰色这个是乌克兰哈，啊，这个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。那么，才有一条河流，然后为这过为黑海这出去，克里米亚的半岛里这。那么，赫鲁雪夫是东乌克兰的人，爱咧做领导人，哈，伊用一个行政命令，哈，把克里米亚划入去乌克兰啊，所以伫加入乌克兰了，那么即马发生迄内底一寡人口拢变更去啊。哦，咱阁继续来看，即、這个是克里米亚，吼、哦。啊，头拄啊，即个哦，未记讲了，即个即黄色的即线路即吼，即拢是加速讲，就是俄罗斯盛产即个天然瓦斯，那么欧洲。是冰天雪地，寒天拢冰天雪地，需要用瓦斯来取暖，所以足侪管道拢爱，伊遐个主拢卖去欧洲、欧盟遮吼，下骹则是即个土耳其吼、哦，这种管线拢爱有遮经过，拢爱经过即个乌克兰，吼、哦，包括乌克兰本身80%的即个天然气的能源，拢爱甲俄罗斯买，所以因两个较早明明是苏联的即个联邦内底是。拢用作秀的介绍，差不多国际行情三分之一的介绍，卖予乌克兰天然气哈。那么最近为着这个克里米亚哦，来发生这个，也使讲像真大波动哈。啊，你注意看，乌克兰的基辅里家哈，啊，当时这个，因为乌克兰的总统，伊咧竞选的时候，就加乌克兰的人民讲。我若选到总统，咱将来要跟欧盟来结合，哦，要行西方的制度，哦，等于要拖俄罗斯入欧洲的欧盟。但是，伫去年的12月，本来要签这个跟欧盟签约啊，哇，结果普京用一个足大的钓鱼甲钓，因为。乌克兰欠俄罗斯现在欠20亿个美金的加出钱无行，啊，伊本身的外债有差不多350亿的美金，伫近两年来爱行，所以伊的经济作歹。普京总统伊就甲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讲，吼、哦，讲我有105亿个美金会当甲你援助，啊，你的加出。我唔拿，甲你算三分之一介绍，佫较俗，佫好哩。以前就变更讲要亲俄啊呢，所以唔敢开始乌克兰的民众起来抗暴哈。到尾来，迄、那个总统用推翻，准招来伫这个哇，这个顿河畔罗斯托夫这个所在，招来伫俄罗斯这边米底加哈。好，那么咱来简单介绍克里米亚，伊人口。差不多200万尔吼，即排差不多148名，伊即个面积差不多台湾的2/3尔吼。但是伊即个民族内底，俄罗斯人占58%，乌克兰佮占24%，鞑靼人就是当时的这个蒙古人吼，伊就派到欧洲吼，所以伫克里米亚有足侪鞑靼人，但是鞑靼人就是伫二次世界大战了。去哦，斯大林甲大部分鞑靼人拢个遣送去中西伯利亚呀，伊遐劳改，所以遐死足侪，差不多死一半以上的人，所以剩倒转来是就剩差不多12%尔哈。好，那么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，伊伫1922年来5月5日独立了，加入乌克兰变作一个自治共和国，加入乌克兰的联邦。好，那么你既然加入乌克兰联邦啊，乌克兰的宪法实施伫
克里米亚。那么你即马要独立出去，你爱乌克兰的这个国会爱有一个立一个法，叫做分离条款。依据这个条款，这个做法院，你唔可以这样统独公投处理哈、啊。这第一违反国际法，第二个就是克里米亚内底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哈，伫内底，再有一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总部里只，原底这内底都俄罗斯驻兵在克里米亚，所以。伊免俄罗斯免阁派部队入去克里米亚，所以这个黑海舰队部队出来，甲乌克兰的兵营甲封锁、甲包围。啊，所以伊阁伫这个边界咧演习，吼，变成讲你这个公投是伫人民不是在自由意愿之下，是在强国的压迫之下去投票出来。所以有90%差不多96%战争拢要加入去俄罗斯，啊，这嘛是违反人民的自由意愿哈、啊。所以这欧美的国家拢无要甲承认哈，承认这个公道。那么乌克兰因为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，但是头多你看58%的人拢讲俄罗斯语哈、啊。啊，这我想着讲哦，啊，台湾真行呢。台湾那嘛真危险，因为俄罗斯出兵，就是讲，伊要保护克里米亚内底大部分讲俄语者的俄罗斯裔的俄国人。那么台湾，咱即马30岁以下的人拢都80%拢讲北京语对无？拢讲中国话。那么伫安个情形下，中国伊若要讲。我要出兵来保护台湾的讲中国话的中国人，哇，咱惨啊呢！哦，这足危险的哈。所以这予咱一个启示，就是讲咱的语文的政策到底是安怎？啊，咱家己语文，咱对家己语文的明白是啥款？来注意听，你甲看哦，我这写美语、日语、台语来对照北京语、闽南语、客语，啊，这有两个。蓝色的，诶，台语甲闽南语，敢无共？一样吗？一样的牙齿，无共款的牙齿。哦，珍贵的少数。来，我解释，这六个语言，敢若台语是咱本土的，剩的拢总是外来语。美国、日本、北京、闽南语，可以。为什么叫闽南语？福建简称闽，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，就是漳州、泉州、厦门这些人所讲的话，叫做闽南话。好、哦，以前咱有讲闽南语新闻，哈、哦，你报新闻讲闽南语新闻，还有客语新闻，还有国语新闻，哈、哦。那么咱即摆来讲，我咧讲，我就会讲即啥物话较一正讲的台语，就是咱高山族、14族、平埔族、10族，这族语较是咱正正讲讲的闽南语，吼、哦。因为唔知，歹势，正正讲讲的台语，因为闽南语就是郑成功迄个时阵开始引入来，郑成功伊要反清复明，所以伫闽南沿海，吼、哦，招兵买马，包括金门，包括去到广东的，我还有一个南澳岛。南澳岛伊阿咧讲的话，拄阿改成客家话含闽南话的混合。伊那遐潮汕话，伊那讲较慢的，咱台湾人听有无？伊咧讲100块吼，咱咧讲100块，因讲有得100元。啊！伊咧讲，咱咧讲这物件足好食，伊讲好味道，好味道，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就是郑成功迄25,000名来攻打台湾的安平，哈、啊，甲荷兰人赶走了。遐兵啊，拢是闽南人较济，包括伊的军师叫做陈永华，哦，漳州遐人，伊来先伫
迄落起一个孔庙，叫做全台首学，有无？啊，伊就是伫遐咧用闽南语咧教汉文，好啊，所以底下迄闽南语就是变作官话。那么台湾人即个西拉雅族诶，主人伊个外来即个因为较先进，好因嘛因有武力，因咧有文字，所以本土诶西拉雅族会去学伊个语文，哈啊，所以安尼谈，包括话，施琅引清兵攻打郑成功诶部队，甲伊消灭了，嘛是沿派沿海官员继续咧统治台湾，有诶是广东遐来讲客话。所以，那广东迄阵有一部分，哦，真济官员是派来伫陶祖庙遮，所以陶祖庙遮都拢以广东话，吼、哦，客家话为主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所在大部分都是拢用闽南话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安尼种啊，大清212年，包括郑成功20几年，哦，到尾250年，卖讲到250年，干那讲短短。日本来管台湾50冬，都甲咱那时代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是毋是拢改工作日语？我的爸爸妈妈因的同学会，遐日本同学，吼、哦，拢台湾人哦。因读公校来同学会，大家嘛讲日语写写叫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50冬都甲咱的时代人的语言变更呀。蒋介石来台湾60几冬，即马都甲咱的少年囡仔，进大部分咧沟通。拢嘛用北京语，何况你甲想讲当时200几年，互大清管，但规个沿海平地即个平埔族，差不多拢讲闽南话甲客语啊，吼、哦，就是等于讲福建话、闽南的话，讲广东的客家话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以后政策闽语，即所有语言拢会当甲定做官方语言。但是爱尊称闽语为第一语言，好啊，比如你其他看，你当可能其实语言只是一个沟通工具。既然大部分拢外来语，那么咱家己的语言，尤其闽南族，差不多拢要失传去啊。多存西拉雅语可能救会回来，因为菲律宾遐有一个族，跟咱西拉雅话语会通，啊，就是多有咱有一个。传道人去菲律宾啊，一个竞赛吼，就是去做个人来到台湾，伊读较早新疆文书，读了就是西拉雅的语文嘛，啊，伊提登去讲去，互因读互因妈妈听，因妈妈听有咧，所以即摆用这个方式开始咧，把这字找得当啊，这个智慧语汇吼，咧找得当啊，所以要救会起来。啊，其他呢？克马兰语，剩遐老古古的，全部几个要讲啊！啊，一年才留一滴过用的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克马兰，咱这平埔族的语言吼，剩三族，佫有一个北寨的这个吼，都南投这可能要看。但是我记者来讲，啊，这三个吼，啊，一个都已经中风啊啦，嘴歪，目睭错啦，啊，讲袂清楚啊，哦，都希腊语。啊，另外一个。已经住伫加护病房，看这个氧气罩啊！啊，另外迄个已经脑死啊，可怜啊！好、哦，所以我鼓励讲，如果还会讲高沙族的语言的，我们的学员同心，你们还很幸运，你们的族语还没有被消灭，你们要好好保存哈。个、哦、来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。诶，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咱是平埔族加高山族，咱来对照其他诶人，要做中国人啦、华人、汉人、唐人，吼、哦，咱肯定是无共国诶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国防与新防，国防爱买足侪武器，吼、哦，先进诶武器，但是你若无新防、无忠诚、无效，吼、哦，你若要叛离出去，你较好诶武器拄好要提用，吼、哦，拄好像万里长征。你虽然起个作用开足侪钱，但是人若甲你买收这个过海关，什么山海关、什么关、天下第一关，啊，结果用钱买了就关不住了，门就拍开啊，无效。所以不以后不好啊，得爱有心房，有爱台湾的心，吼、
我知影大家拢有爱台湾的心，开才辛苦来遮上课，搁开钱哈。但是咱大家来做有意义，做来拍拼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